2022年1月2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呢，差不多拢总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部分所在呢，依然同款哈。不过，也阁受一挂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12月25日，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6度到27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那首先吼，咱嘛是同款来加吼，针对着今仔日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来加做一个报道啦吼。来，咱今仔日来加看卖这篇这是安怎样啊写的吼？来，今仔日吼，咱有看到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来公布吼，新增加64名，武汉肺炎的确诊者分别21名本土，啊，这其中吼啊13名是来自桃园，啊8名吼是来自这个高雄啦吼，啊这甲咱安尼啊。其他8名是高雄，啊，这个境外移入吼有43人吼，无死亡的个案啦吼。来，咱个看卖吼，今仔日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这伊是安怎样啊报呢？这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这甲咱安尼报吼，今嘛愈资料变愈来愈济啊，伊起码懂啊，内面后疫调也有啥物会难做会。哦，你看得足复杂嘛呢？对啦，哎呀，啊，无原本是吼足单纯，你随看就是知影。啊，起码佫加一个这个，来吼，遮有啦吼。来，这个唔是呢，吼来，指挥中心吼，有来表示讲，今仔日吼，新增加的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这其中这本土的11名男性、10名女性，年岁伫4岁到70几岁吼，啊，这是今仔日吼。啊，另外今仔日境外移入的有21名是男性，22名是女性，年岁伫4岁外到60几岁，分别来自美国啦、印度、越南啦、英国啦、法国啦、伊索比亚啦、坦桑尼亚啦吼，也有新加坡、土耳其、菲律宾、南非、芬兰、日本吼等来移入吼。啊，那本土21名，咱都是有讲过吼。这分2条线，一条是高雄，一条是桃园，然后这安尼甲咱听众朋友讲安尼较清楚，13人是桃园，吼、哦，啊8人是高雄，吼、哦，安尼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哦。嗯，那是同款啦。高雄甲桃园啦，吼、哦。差不多啦，差不多是安尼对啦，吼、哦。啊，咱这个就做各管区拢嘛爱设立啊，对，嘛是同款意思啊，嘛是同款拢爱设立吼。哦好啦，家己方好做好势安尼啦，啊，尽量来同个话，人济所在就慢去安尼尔，好简单讲安尼尔。哎呀，村内就要面对啦，那就熟悉就对啦，嘛都爱家己哦，较即个想处理了就对啦，吼、啊，一人个所在就慢歪。对啦，即个非常时期啊，即吹烟哦，一定爱挂好。啊对，嗯。即马甲看哦，有个人挂吹烟哦，拢挂一半。啊，用台湾来做这个代表处的名字，啊，叫中共吼，安尼气喘喘，背甲吼，渐渐叫大细声。啊，然后就督动这个立陶宛吼，一寡吼，啊，这边来讲啊，就是心理的买卖。嗯。哦，比如讲已经得订单吼，啊，人货嘛开始运出啦，啊，即马去到中国人单未瘾好哩未啊？你来讲配面啊，你讲配面啊，你吼。啊，这个其中有老家这行啦吼，啊，最近咱较知影就是讲一批这个酒1万罐，嗯，这个朗姆酒，大伫海上底下瀑布秀啦，底下瀑布秀吼，啊，唔知要何运送对大去中国，煞讲见效登秀去，唔敢收呢。后手咱台湾的国美姜吼，汾酒国美姜吼，
即卖应该是讲分酒公司啦吼，就全部拢甲拆起来。啊，拆起来，当然你去配货的有一个迄、那个。一个着落嘛吼、啊当然都已经买卖，虽然不是卖对中国去，总是伊买卖嘛完成啊，卖对台湾来。结果遮个行为去予中国看甲吼，又个吼制造袂掉啊，就开始吼伫迄个网络发布假消息吼，就讲吼哦啊，因这中国吼，迄、那个蓝姆酒一罐较卖偌济尔，啊恁中恁台湾人，甲恁国美讲吼，一罐蓝姆酒共买偌拄偌，哇！恁去互去恁迄个啥汾酒公司公判啊去安尼啦吼，啊结果随向甲掠包讲，啊你这根本就是咧放假消息嘛！一罐蓝姆酒伫因原产地都卖偌济啊，伫欧美国家卖偌济，即拢嘛只是也是含清净水茶水污诶，那有可能讲伫恁中国卖较粗俗俗。来台湾卖个贵三三，迄无可能个，起码唔是高价时代。看这个话题片，讲这个介绍。阿伟讲这个话贵，阮台湾没有贵钱啊。嗯，对。何况我真正无比人较贵。对啦，阿伟讲这个话，阿伟讲贵，我贵，我甘愿啦。我甘愿，我愿意买几下贵，是不要弄啦。啊，你中国会俗，我来甘愿买咧。我有咧 BP 的销量啦。BP 高，伊最主要是要让咱台湾人吼，安尼收到这款的。无消息吼、啊，即、這个无熟悉的白贼消息吼，啊，互咱台湾人对政府作讨厌，讲哎呀，你唔说搞恁台湾人共叛啊咧，人家中国人买我，所以咱台湾人啊，买我这样咧，阮台湾咁玩咩价咧，变啦，尊者钱嘛，尊者钱也贵啦，唔卖讲这是你放的消息啦，尊者钱也贵啊，阮台湾嘛咁玩咧，安尼伊又个变如何，哦，是不是？来，咱个看吼，伊这个这边的报道是安那报啦吼，这是这个陈启龙吼，这是前水利国中的校长，伊所写一篇文章吼，伊讲中国强毁连台湾人自由买酒都要来乱呢，本来应该是爱外销对中国的立陶宛的蓝姆酒，中国强毁竟然安尼啊要存心来撩乱，想要吼打消掉咱台湾人买酒的这款热情。发动了吼，因的一寡吼奴才，啊来制造一寡吼酒的介绍，讲吼咱台湾人袂足惯，酒的介绍，这款介绍是，买了上贵啊，吼，咱敢买了，不是，讲袂叫要卖咱，讲袂叫算迄个汾酒公司加这批蓝姆酒加起来，啊一罐卖吼台湾人卖几百块。啊！中国伊即马制造假消息，讲哼，阮一罐都百几块尔，恁卖甲四五百块，恁台湾人是骗啊恁！阮中国买蓝姆酒一罐百几块尔，啊恁台湾人家迄个汾酒国美局，汾酒迄个汾酒公司买偌多，把恁强骗去，安尼意思是安尼啦吼。中国声搞吼，用着这个欺骗来做假造，这个乌的伊嘛，我都能讲甲变白，白伊嘛，我都能讲甲变乌的啦。干阿酒的介绍的问题，也会当互别人乌白讲，讲甲乱糟糟，容易就是要制造咱台湾人对政府的民怨吼，互咱人民误以为政府吼用钱伫咧买外交，一个吼将人民当作潘啊咧卡油安尼啦吼。但是即卖资讯是在讲足流通的，人民总是会当互自由去甲查证。事实上，同款的酒呢，伫欧洲啦、新加坡啦、香港啦。拢贵买一两成，中国市遐个奴才专门咧放假消息的，遮个奴才吼，就讲这个蓝姆酒一罐吼，伫因啥，伫因中国买合台票才百五块尔。啊你吼，恁台湾人甲恁汾酒公司一罐爱卖甲600块的台票，吼吼，安尼啊话贵买过来杯三四杯，但是这款的介绍，伫中国。真正会当买着同款的酒吗？还是去买着是假酒啊？我看是应该是假酒，家己做假酒啦，吼，这拢是一个问题。搁再讲同款的酒就对啊啦，伫运输啦、包装啦、营销啦、介绍拢翻倍，这嘛是合理啊。咱来甲看吼，这个蓝姆酒的介绍吼是安怎样啊？吼，这原产地吼500cc 吼一罐卖480，香港卖偌济？香港500cc。一罐卖740，吼、哦，这原产地就比较俗的嘛，美国嘛，原产地480，来到香港卖740吼，这合台票啦吼、哦。啊那吼、哦、700cc 的呢，咱台湾蓝姆酒一罐卖偌济，卖600，澳洲一罐同我700cc 的，伊卖667块。啊那新加坡呢，更加贵，卖720块，算算的，咱台湾上俗，那个点都比较俗的，卖得较俗的吼。啊，这吼借着这个蓝姆酒的介绍来撩乱咱台湾人买酒的意愿，
这只是表面看到的现象啦。啊，那侵占的意义是中国强会咧打压立陶宛，因为台湾安尼出手斗三江甲伊帮忙啊，何因无法度人成功啦，何强会无法度人打压，何立陶宛成功，一个继续制造问题来打击人民对政府的外交能力的信任。酒的介绍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强会啦吼。一箭双雕啦，除了打击世界上对台湾优先的国家，嘛想要压化台湾人，以吼啊，这个投桃报李这款，同款热情来对台吼，有够的决心加信心。哦，这是一篇古来刚情的这个消息啦吼。啊，这咱那点么这篇这个中国的酒了对啊啦，我咧想有足侪听众朋友，迄、那个啥脑海当中又个吼出现。因常讲咧卖假酒，卖什么假酒剂啦？有人咧读一条歌，有读着香港啊，都用我讲吼卖酒了，对。实在是中国实在是要讲头壳无好咧，我感觉我起一路起路戆啊了，对啦，吼咧。迄戆啊讲的瞬间啊，啊有人都我都能看世界南武桥迄种立陶宛的酒，比世界咧卖更少啊，对不对？吼，台湾咧卖够我比较贵。个电都较俗个，电都较俗啊！七八 CC 来个看诶，话有啊，吼，咱台湾电都较俗。不可能因中国人了对啦，真正无当上网络找这资料。无这开始，因咧在背墙啊嘛，啊那无在背墙啊。因为我想讲讲啊，讲这有证据诶，为了迄个，对不对？网络去查了，大家讲世界各国有进伊立陶宛种酒诶，中间了对，伊到小卖卖或者卖或者卖或者。对照起来，你讲就大玩笑啊！对啦，对不对？对啊，你若照，讲了用这手几几多块啦？系啊，你若照伊容量来个看的话，啊、有无吼？以后五百亩，啊后迄个七百亩嘛，吼啊七百。你要看七八块来个看的话，台湾、澳洲、加新加坡，对七八四四对啊，系啊，这个就做台湾啦。未上贵啊！台湾、澳洲加新加坡拢七八嘛，啊七八是台湾未上俗，上俗啊，六百块你还未上俗吼。啊，那是其他的，你像立陶宛，伊本身山地，伊是五百毫升，五百就是五百 CC 的意思啦，吼、哦。即头我甲看一毫升就是一 CC 啦，吼、哦。啊，五百毫升伊卖四百八十，啊卖伊家香港五百毫升是卖七百四十。对啊。啊，你甲想看买下香港，敢是中国的？对啊。啊，香港现在卖百几块啊？是啊。百块，讲百块。所以哦，这是中国啊，我觉得是。诶，咱有人啊，点嚟拢有啊，你咧点着，这就几贵都赔啊！你讲这个毫升吼，含 CC 吼，含摩吼，咱讲实在吼，即咱在台湾人就习惯用 CC 惯。对啊，你就拍用 CC 就好啊。其实吼，毫升嘛好啦，英文那边咪摩嘛好啦。对啊，对啊。CC 就是 CC 啦，一毫升就是等于一 CC 啦，一摩就是等于一 CC 啦。那都真感官啦。啊，你不用 CC， 可能看好得啊，你得去用一个毫升，不用一个摩。可能是外国的，外国的，我咧怀疑。咱台湾是用 CC， 但是外国不可能用 CC。啊，但是毫升，我用 CC 用毫升。嗯，我咧想，伊咧讲的这个毫升就是等于摩的意思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ml， 毫升就是 ml 摩啊，就是摩意思啊，摩反倒等来就是迄个。就是迄个毫升呐、啊，就简单讲毫升啊，或者摩啊，或者是 CC 的对啦。嘛，现在咱就甲记讲一摩一毫升，一 CC， 你就甲记安尼就好啊。单位拢同款，啊，只是名称无共。啊，你像咱台湾人咧，称重拢讲习惯性迄个几公斤。哎，啊，来到英国过来，佮用称磅的啊。啊，那个变磅。啊，磅你佮沙波上啊。哦，沙波上，我说这个人到底是我。哇，当然嘞！咱台湾那个有大金，大金那是菜市啊买菜的买卖，菜市啊的买卖，因那种猪肉啦、菜啦，一斤十来两嘛。哎，大金那条菜，我两拿大金，我讲一斤十来两，一斤十来两。五斤的料，含斤又个无同啊，真啊，五斤无同啊，五斤的斤，五斤是十六斤啊，十六是斤啊，哦，做嘞啊。啊，咱是十来两一斤啊，五斤拢算几钱嘞？几钱贵嘞？哦，伊个可能想算几钱贵嘞？我嘛唔知啊，知不要遐等个遐济。我是拢买船只，所以五斤贵，我都了解。哎呀哎呀，好，这个产者都要想办法，等下敢破坏吼，啊放迄个假消息，啊上路的是啊，那这还佫出来定情价呢？你敢知？因为台湾虽有媒体，虽配合。所以对咧报了，哎，这红头壳的吼，就随对咧报了对吧？
就不要结果人家查一查查查查出讲这个消息对倒来，原来是伫中国一个足无起眼的一个足死的网站，啊，有人写写一段这个话安尼尔，结果咱台湾的媒体就亲中的啦，亲中的就甲放大，啊，就甲报安尼，啊，咱的变成台酒啊，就搁出来解说啦，啊，什么的有诶无诶啦，一寡网络上迄个较挺台湾的有吼，就赶紧找资料啦，去调出来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台湾真正有影想自由去啊，对啦。这个中国迄个唔只媒体无人咧看，迄个小网站的媒体会当伫台湾的红头壳的媒体甲放大甲安尼个吼。放大家大家出来定签啊，参与人啊，今仔就用一下时间来讲这篇啊，啊，咱佫无一定买会到呢。你讲讲是进一万关啊？唔过迄讲是，迄讲是看运对中国去，迄个立陶宛是万几关啊？我等下啊，讲未来是一万，哦，一万关啊，限一个人买，但买一关呢？可以用限的呢？对对对。啊，其实咱木酒这个物件哦，咱一般人啉袂到啦。听你讲拢是咧调酒用的啦，调酒啦，就调迄个鸡尾酒啦，调什么瓦格酒，夜店咧用的啦，夜店的。一般人咧要啉酒，咱就比如啉买比如啊，哥娘去买哥娘啊，洋酒去买洋酒啊。那有可能讲一个兰姆酒啊，兰姆酒是到底是属什么酒啊？属这个威士忌的，啊，肯定是的，还是高粱？兰姆酒甘蔗了，一级的甘蔗，哎，甘蔗就是甘蔗，哎，完全是甘蔗了，对啦。这个问题就是讲，就是政治的中间就对啦，吼。以中国固执无必修。就不会咱台湾来吃起来，我感觉用枪头大家别枪。啊，对啦，真的啦，台湾人就是安尼啦。他归管，公归管啊。也搁较可恶，当糟蹋是你的政府，啊！你这个小媒体搁配合算了，搁讲侮辱讲，咱买了伤贵啦，啥物话？就讲伊伫中国一罐靠百五块，啊！大家伫网络笑到要死，讲一罐百五块伫中国的酒你敢买？你敢敢食啦？哦，一罐百五块，你讲啊！最可恶，最可恶是台湾的红头壳的媒体，随配合大肆去报道，安尼就对啦吼。安全感一到，我呢不记得安尼你。对对对，别乱的，对。特别乱的你啊。好，然后感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两面再个倒转来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哈，来好，感谢。喂，嘿，啊，歹势，咱甘露鼠到底咧？有啦，我啦。你好，你好，我阿星啊啦。哦，星你好。有有有，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讲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我感觉食这第一好就是好，啥物你知道？嘿嘿。本来我拢会暗时较袂困去啦。暗时较袂。啊，食这食食的就感觉困眠较好啦。哦，较好困。啊，我本来不食这食，要食就是要食迄个。筋卡筋的，你知道吗？啊，结果卡筋吃是较无迄类啦。嗯。啊，我都拢伫呆呆看病嘛。啊，我昨下食下真感觉煞讲，应该有来滴啦。哦。啊，来生来滴啊！我即马到尾吼，全无的。哦哦哦。我已经即马都食两星期啊，是要搁照一星嘛啦。好嘞哦，感谢感谢。啊，你咧来滴来滴是较偌久的时间啊？以前。哦，以前感觉我那几啊单位哦，啊、我是未讲无足严重啦。嗯，感觉食食都转好个呀。哦是，转好个啊，本来大便咯，那滴大便我照个大便上那迄类吼，上清气上尔啦。好好好，嘿啦，清气上意思是安那。哦，那是讲较袂安尼好好。好好好，是。我滴吃了嘛，清气噶，有啦，清气。了解了解了解。嘿嘿嘿，那是袂歹啦。好安尼好。嘿啦，我吼，食这个许多山，我都完了目睭，我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嘛。八十一岁，嘿嘿。我目睭我拢去开刀啊。嘿。感觉食了目睭完了有卡。
有较轻一丝啦呢。啊，你较早是啥物原因开刀？是？哦，我了糖尿病35单。哦，糖尿病。啊，35单哦，目睭拢视网膜破裂，拢出血，一直出血啊。哦。啊，出血出到尾，我从阿去台大开刀啊。嘿嘿嘿。啊，即马是一摆拢无咋敲刀摆，我即马是有靠在了敲刀摆啊。简单讲就是开刀，咱照常爱开啊，但是后壁你用咱脂肪酸做保养。继续去食恁的脂肪酸啦。哦哦，啊，食好食，啊，即马咧看算较清楚就对啦。哦，安尼食好。啊，食了吼，皮肤啦，我八十多岁啊，大家讲，啊，你是拢食，你是拢半生红哪有？哦，当落水啊，我带一暗有去运动到咩啊？是是是。有影啦，皮肤啊，拢无生生呀，斑啦，啥物斑啦，老人斑拢无啦。安尼吼，安尼食好食好，要好。啊，恁两个哈，当然讲这讲话吼，我足爱听。感谢啦。这下就较紧传落去听。是啊，有够重视的。你讲话足真实。感谢感谢吼，恁有当时大家小轻松者安尼啦。我讲，即嘛，我要后日拜二，我爱国桥啊，我已经食两箱皮啊。你好，感谢你啊，感谢啦。哦，啊，我要拜二也是。啊是拜三拢会。好，安尼我再甲公司讲一下哈。好好好，啊感谢你呢。啊咧，出面隔壁留咧问的时阵再甲咱斗报一下。哇，我妈妈冇听啊，阮耶稣也是安尼。安尼好，好好好，真好。我头壳疼，我冇捌看。我头壳疼，绝对好。哦，这来正绝对好。嘿嘿，真好，厉害啦。好，安尼咱迄个了，这甘露水咱带加二嘛，吼，带加二。我是加二。好，感谢你哈。啊，现在来公司。好啦。真感谢咱雄狮集团，是咱台湾人苦劳无少哦。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咱干老板上吼，安尼啊，干老鼠老板上吼，安尼八十通回来了对吼。也是呢，在咱信任公司的许多山食个较欢喜了对。伊本身要食是食迄个卡筋的问题了对。吼，啊卡筋的问题讲也未感觉啊，啊同为八种身体吼，包括这种哎吼，啊开始直直好了对。我要甲老板上讲，你继续食。继续吃卡，你若卡筋，我唔知道你是卡筋是先做啥？那是会旧筋啊，卡那是会旧筋的人哦，足济迄个累了对，食许多酸食了哦，以后哦，拢等于想拢当好去，袂旧筋啊，袂去旧啊对。你若是旧筋的问题吼，你去继续吃，过一段时间过，你甲试看嘛，安尼就对吼。我感觉讲，要不时间那会够安尼就对吼。所以，咱现在公司许多酸吼，甘露素啊，甘奥利奥巴酸吼，啊特别吼，啊甘。啊，甲咱赞同，安尼甲咱欢喜个安尼就对吼。啊，即个咱台小朋友做些参考对吼。啊，伊就讲我着80几岁啊，啊80几岁中间身体是寡毛病啊，包括着啥物种种个小毛病啦，啊，包括着身体皮肤外观方面的，但讲你是食啥物物件，够食个，意思讲少年就对啦，安尼就对了。哦，咱阿年话即个红光少年是有够欢喜，啊，实际上真的是少年，安尼，啊，所以雄狮是大，许多山即个物件都是这种状况的对。咱啊听到了吼，啊家己人小款买来甲试看嘛咧，你茫一罐两罐咯吼，啊关键是食两箱啊，食两箱要够啊对吼，所以若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吼，许多山吼，啊包括咱现在公司七八九顺天连连三的胡萝卜，以及啥软骨素吼，啊这软骨素这老大人对老大人吼，这对这骨头啊骨质的受伤啊，这有帮忙啊。啊，七八九是乳腺病啦，经年期中间教我你来吃物件吼，包括金立明，你目睭金立明吼，包括喜乐通，包括咱的喜乐星，包括咱的保顺健吼，有啲冇了解，你电话详细询问，甲咱告别就对，感谢。0800-0500-6688，0800-0500-6688，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8。办吼，这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啊，咱即卖生产公司啊，即、這个今年庆的活动，即卖拢啊去继续当中哦吼。咱一处呢，各位生产公司产品10罐的朋友，咱都加上3罐以外，咱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咱买5罐，啊，咱买10罐的朋友呢，你有当个金水酥品牌，白天也袂新鲜，双耳汤锅一支，你要个金水酥。诶，陶瓷炒锅一支嘛，用钱吼，咱一支陶瓷炒锅吼，内面佫加一支吼，啊，这个原木制作而成诶，坚实吼，加素食加好用啦吼。当然你要甲金6777，咱台湾制作人工棉棉开一领，这拢会用钱。金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诶，二顺健、惠安素、喜乐星、金立明、喜乐通，咱即会当互你挑选60粒哦。买10罐的朋友，你当下经60粒，互你做精品啦吼。
啊，另外吼，包括咱买五款的朋友嘛，同款的，咱买五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白铁白神仙，或者八百 CC 啊，真空壶一支，你要个金白烧完气搁一条，金三一六或保温杯一支，你要金无环气的洗头毛巾一罐，还是彭王彭泽一盒，你要金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这拢会用着咯。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啊，当然啊，咱即回买五罐的朋友啊，你会当来挑选信诚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保顺健、惠安所、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咱即回会当互你金三十粒，买五罐的朋友，你有来当挑选三十粒无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或者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接续入去呢，咱要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的老歌吼，《台东人》黄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哈，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来接落来，咪来甲报一篇吼，讲最近讲卵啦，讲欠甲真严重啦。啊，这个卵会当讲吼，差不多每一个人拢会去食到的食品呢。啊，而且嘛是吼，算真优质的这个啊，卵白质的来源。啊，这是啊，那欠卵讲会欠甲安尼，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啦吼？咱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吼，到底虾米款的情形来致使着欠卵啦？你讲最近传出了国内的鸡卵吼，供给来减少啦，啊，菜市啊的卵嘛拢减少啦，啊，而且价钱拢一直起悬起来呢。咱即马吼，目睭看着吼。
正月过年都要到啊，足烦恼吼，李高梅迄顿吼团圆饭吼减一项卵啦，啊，伫超市啦，伫即个阿卖场啦，伫传统的菜市啊吼，煞听咧讲讲，大家三姐咧抢卵啦，啊，对着遮今仔日的农委会伊伫行政院诶议会了后的记者会有来。公民是安怎样？我欠卵就对啊啦！啊，透过目前国内每一天的鸡卵吼，听讲吼，一天吼，欠120万粒啦！啊嘛，宣布讲已经吼启动了吼，南卵北送啦吼，原来是北部的卵欠啦，南部无欠，是讲奇怪，我咧早顿咧食卵，也毋捌听头家咧爱讲无卵啦，啊是讲卵起价无咧，原来北部头家拢冇食，只爱食。北部欠卵啦，北部较欠卵。北部欠蛋就对个啦吼。啊，即卖吼，你开始加强讲南卵北送啊，北送啊咧啦吼，鸡卵爱蛋白漂，你第一道听到吼。啊，要来加强这个鸡卵的供应的调度啦。市场闹卵趴远无，闹卵无够通用，真侪民众卖员工吼抢卵抢袂到就对啊啦。啊，民间对着欠卵的原因吼，后人讲这，后人讲迄，讲甲吼，飞天遁地无啥啥。农委会农粮署署长吴中义伊伫今仔个透早行政院的记者会了后咧表示啦。讲因为最近中南部吼经过几波的寒流啦，啊上高温甲上低温温差15度啦，啊所以影响吼鸡啊生卵就对啦，鸡啊吼对天气变化上大，伊原来未够硬生呢，大吼减生两成安尼啦。当时一个配合政府的兵役介绍，卵的产地介绍对去年的12月22日了后，就维持每台斤34.5元。但是最近饲料煞甲你起价咧，啊，因此煞影响农民吼，啊，饲鸡啊生产卵的诱因啦，啊，另外吼，搁再加上天气变化，地鼠禽流感的流行，嘛吼，即个产量减少啦，啊，目前吼，全国的鸡卵吼，的产量维持伫每一天几大波左右，2200万粒啦，哦，2200万粒，即等于。一人吃一粒嘛呢，包括迄红叶嘛吃呢，系啦吼，啊吼，最主要吼是最近欠偌济，都欠迄个100几万粒、120万粒左右啦。对着遮农委会启动了相关的应应措施啦，要求大型的食品加工厂吼专门咧煮即个啥水煮蛋的啦，专门咧吼用迄个液蛋的吼，迄工厂停工啊。唔通搁再煮即个水煮蛋，唔通搁再用液蛋啦吼。啊，从只加工的卵吼，提供予市场去用啦。啊，目前南部的卵吼是真充足啦。啊，因为安尼嘛启动了吼南卵北送吼北送啦吼的机制吼，满足咱国内的需求，而且国内生产不足的部分，原来对美国、对澳洲吼来进口啦吼。啊，每一礼拜有一卡这个货柜箱的量会这么那多吼，进口入来啦。啊，搁再看市场啊，安怎样啊，再搁来划停啊，是继续进口安尼啦。农委会表示，量贩店啦、大卖场啦、连锁店啦，供应拢 OK 啦，面上吼会当伫相关的通路买到鸡卵啦，线上的鸡卵吼，分别吼会全力来补足啦吼。啊，因为目前有未少的这个啊鸡卵受到禽，这个卵鸡啦，不是鸡卵啊，卵鸡受到吼禽流感的影响吼，卵源有价，爱来到3月底吼，才会当恢复正常来生产啦。天气问题，包括咧补卵嘛是有关的啦。生卵啦，生卵，这唔免补的啦，唔免补的，生卵鸡啦，这生无型的，生卵鸡啦，哟，生卵鸡就对啦吼。啊，这个啦，根据着中华咧饲生卵鸡的农民伊咧透露啦吼，统计咧去年吼有禽流感这个问题就对吼，干那因为禽流感死的甲扑杀的至少300万只，哦，300万只鸡就对，生卵鸡至少300万只就对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就做啥呢？这干那300万只，你甲想看卖就减偌济卵，减就减偌济卵啊吼，啊，即马讲听讲讲规四季拢咧找卵，啊，这个欠卵可能还欠到3月4月安尼对啦，嘿，差不多还到3月4月，照这个状况啊看起来吼。所以是安那欠卵欠到这严那严重呢？以前有可能吼卵，那咱拄只所报了对啊，
即马忽然间吼，讲欠一个120万粒，啊，每一工吼，各有吼2200多万粒的生产吼，应该是有够。啊，迄就是吼，最近这段期间，咱台湾人食卵的观念又去改变了。以前有医生在交代嘛，讲吼咱一工食一粒就好，食上过些对身体唔好。啊，都有一挂人吼。伊那一早食一粒卵啊，啊中昼你佮要摕卵壳，说无无好白白白白，啊无我食2000多卵，我卖食。哎哎哎，我迄当时医生甲恁交代就是讲你卵食上济唔好啊，一粒就好。啊有咧，卵粒无要紧咧。无，迄是较早医生咧讲，啊慢慢慢慢，咱有看到真济资料，看日本人、欧美国家的人，迄卵一工嘛拖咧4、5粒、5、6粒嘛咧结啊。对啊。啊人都拢袂安怎害，咱台湾人会肯你食一粒呢？结果慢慢慢慢发现着讲，根本迄套的说法都讲袂通嘛。你两，你一个月，万你一个月就对啦。你要吃3、5粒，迄嘛恁家的代志。所以，但是你有一种，比如讲你的迄个身体，去予医生给你判断，讲你两忙吃上侪，这种你就真正忙吃上侪。啊，无其他正常人，所以说正常的人拢一定爱有两啦。对啦，3粒，一天 OK 啊。其实一天吃3、4粒，恁拢无问题。拿正常来讲，我讲这样，所以能量你就吃侪去啊。你一天一日，我一天拢一个白煮蛋嘛，啊，后天拢看，我带来嘛，吼，带来啦，啊，带来。你就去点歌吼，就去用安尼，啊，即马卡背起来吼，啊贵点嘛，啊坑个迄，我再写来拢有吃一点嘛。啊，等有当时啊，你啊想什么会差两，什么会差两，你把钱拢两，一干加加嘛两三粒，一干加加万三粒。对啦对啦，要。好，啊，这两道粿一干安尼是欠几粒两安尼吼，这帮我。现在讲想加一下两粒啦。没有，讲完啦。想叫一粒啦，公司嘛想加两粒嘛紧。我即马是咧讲一工啊欠偌济卵啊，咱台湾啊吼，结果吼两个拢讲是起毛的新闻，你甲看麦，即一点钟前写那呢写，拢总大概一工欠120万粒卵啊。啊，另外即个我那起毛的新闻讲啊那，你敢知？九点钟前讲一工大概欠400万粒卵啊，你两个固定写了啊。你差遐济，你来讲差一个30万粒啊，还是差？差一个一个百二万，啊一个哇，一个讲百二，啊一个讲百五，吼啊！这个我这篇这个《镜周刊》呐，《镜周刊》伊是写讲百二万粒啊，差百二万，对啦，吼对啦，吼啊，欠个400万粒就分你啊，哈哈，好啦吼，啊这个鸡卵这个加营养的物件吼，啊而且伊本身佫算俗吼，比咱较早来讲，吼即马来啊即马来讲讲这人工拢起价啦吼，听讲拢起价，啊一挂这个做小食单吼，啊甚至后迄个单位啊，讲半个月叫无两个啊，我靠，这严重的代志啊，有，啊你北部啦，北部欠卵咱南部是无啦，有吼。南部讲无，南部顶边嘛是几波啊，迄条做冷气团落来了嘛，是影响到伊的生产。无啊，卵拢伫咱南部、中南部咧生产的啊，啊咱在地生产的生活啦，啊你然后从那个吼，他个迄个运输队即个北部去的啊，啊咱南部的新生一定是身体啊，啊所以有当时啊从南边食这个三白鱼就对啦，那去到吼古早，唔是去到古早，去到以前的台南县咧食迄个三白鱼嘛就对啦，三白鱼我拢甲讲。嘿，差不多这个三百无对我关系去啦。要吃这个三百鱼糜吼，要吃迄个什么三百鱼就对啦。就伫南部吃，啊你也伫北关市去吃吼，嘛是吃有啦。有啦，是应该会上南部市啦，市啦。那有诶关系，我那是三百鱼，我那有啦，分两下就拢咧吃三百鱼啦。他嘛是一个咧吃三百鱼吼啊，但是鱼肠啊这个物件足奇怪，就独独大人都。鱼肠我唔敢食，鱼肠啊蒸的我敢食，啊煮的我唔敢食，啊煮鱼肠啊汤的我就唔敢食。真的，啊鱼肠啊用蒸的啊酥酥脆脆啊，安尼我淡淡的，我唔食鱼肠啊，我拢食。啊鱼肠啊蒸哦，就是干那独独台南有，啊我甲问迄个头家讲，啥那较北部啦，中北部以上就拢无啊，伊讲这个鱼肠啊呐。冰柜去，无好食。哦，是安尼哦。冰柜了。去到位定爱冰。对，来袂青啊。袂青啊。要，好。好来，感谢。另外，咱只有一件，即个演艺界的新闻啦吼。即伫演艺界讲有一名，即个艺人，即算大哥级的啦，叫做蔡桃啦。蔡桃讲伫去年的12月底，讲到已经吼得肝癌来死啊，安尼啦，来过往去啊。去年哦。系去年的12月底就对啦。啊！这种暗处的处的人，迄消息拢暗，包括伊的朋友拢暗掉的，安尼啦，无要互知影安尼啦吼。啊，而且讲即马吼已经嘛出状啊。哇！你就是你
没是今仔今年啦，十二月七个外汇钱的，哎呀，啊拢无人知影啦吼。啊，当然家属咧讲讲，迄东西菜头要过往去的，迄段期间有家厝的人交代讲卖红菜呀，啊连吼种伫对搭吼，迄、那个骨头坑伫对搭嘛，拢无卖红菜呀安尼啦吼。啊，伊是吼得肝癌，啊，即、這个末期吼末期来过往去的吼。啊，享受七十一岁吼、哦，七十一岁吼，这是菜头，这是咱今仔去看到的这个新闻消息吼、哦嗯，菜头已经过往去啊吼、哦。来，听众朋友吼、哦，啊，咱这个啊时间的关系吼、哦，慢些，咱那个几分钟的慢些吼，几分钟吼、哦，咱用多看到这篇消息，那我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哦，无慢些，这你讲的多啦吼。来，拄只有甲咱听众朋友报到真侪新闻啊，比如讲吼、哦，立陶宛。为着他们台湾来啊，互设这个代表处啊，用台湾来做称呼，用立陶宛来做称呼啊，只有中国共会安尼，这家吼气，这家伊安尼气不破的对啊，对立陶宛吼安尼提出这个经济制裁，包括欠能吼、哦，这个欠能啦吼、哦、啊，当然欠能啦，伊目前咱个看到吼，应该北部这的能无问题啊。欠的能会对这个美国进口里边吼，会对澳洲进口里边、嗯，包括南部的南能会北上吼、嗯，对这个北部安尼去啊，所以吼、哦，咱北部买无能的朋友吼、哦，你免青做吼，免大家为着讲要买一两粒啊鸡能安尼，安尼含人底下抢噶安尼吼，安尼大粒干安尼细粒干底下咧擦擦皮安尼，都嘛十几粒几十粒咧买，哎、嗯、啊，为即马是拢放迄个啥？整起啊，真方便的，一打一打咧退啊，恁就对了啦吼、嗯。啊，所以唔免烦恼啦吼。啊，即个节省工，互你欠人工吼，你买较贵淡薄啊。到甲三月底吼，迄、那个人吼，会介绍了恢复到原来的介绍啊啦吼。所以大家免生惊啦吼。来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从时段到各电台做工商服务，咱稍等下会个等个节目现场，感谢您。大家好，我是林家良，你即马收听的是上有林经理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三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正台，而且要先祝咱大家新春快乐，大家恭喜发财，好运直直来。台湾田边原开发性技术 BTBS 大型相会立即规工的能量甲疲劳无力浓重单调真好吸收，会当伫血液维持高浓度，会当纾解各种的神经肌肉的疲劳疼痛，补充维他命 B 群的上好选择，爱必士康，予你元气十足的一天。美康专品妇幼芙伦，全程红安和德，好好健智美，甲合家药局拢有贩卖哦。时间迄道好听的台语歌要算会了未尽，不过歌曲幕后的意义甲过程，罕得有人知。公司台语台专心制作音乐节目，心所爱的歌。由小弟郭国清主持，节目中唔那要演唱大家上加爱听的台语歌，佮要邀请作词作曲家来开讲写歌的过程、艰辛甲苦情。新历正月初十开始，逐礼拜日暗时十点，请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心所爱的歌》。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邀请房东们加入包租代管333，到底哪些三呢？包含房屋税、地价税、租金所得税三税有减免，每月免税额提高到15000元，不会再追税哦。另外，公证费、修缮费、保险费三费有补助，三年有服务，保证书帮你管。快拨打1999市民专线，或者上网搜寻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营建署提供。家庭新鲜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会当少。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手待机。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机坏好习惯。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就一点赞，一点。
情的无奈，上个简单相处才难，最后这一摆，结束一切莫想未来，在你的心肝内，不知敢有我的存在，痴心的悲哀。失去的情袂当重来，明知一段情不该，不该再互相伤害，亲像做梦梦醒来，袂搁倒转来，心事无人会知，寄望天星了解，运用全心全意的爱，换你无情一个感慨。在冥梦起来，袂阻挡回来，心事无人会知，寄望天星了解，运用全心全意的爱，换你无情一个感慨。听众朋友，吹破、洗吹老花、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顾你个喙齿患。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用到即马变健康个喙齿患，这毋是胡白讲个哦，确确实实哦。啊，咱若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康六七九四五零七九，台南康六七九四五零七九，感谢。新旧旧年已经进入尾声，新的一年也已经来到。咱台湾人传统啊，会伫过年进前去点一趴光明灯，来祈求元神光彩，一年顺遂。啊，那无着太岁流年，我那会点灯来求平安。伫年前啊，祈求运、添新运，祈求财神开运、保佑。马龙师兄看到的世俗，咱台南市龙宝宫任阴年点灯安太岁五路财神开运卡已经开放登记了。新正好年头，一拍光明灯，咱祈求十二运王四福降祥，来年顺遂如意。光明灯吉言优香300元。那无着太岁年呢，一拍太岁灯，祈求太岁星君保护加持，流年一切平安。壬寅年犯太岁的生肖相好，正冲冲着相狗，啊那偏冲呢啊冲着相蛇、相猪，太岁灯吉言优香500元。另外一个有万年平安灯，一世人点一拍万年灯。每一年唔免搁再点灯，也会当吼选位置哦，来保庇万年平安、福禄寿财拢总来。吉言优香12,000元，龙宝宫一个福财五路母财神，福财五路财神开运卡，祈求财神爷赞力，开运啊，进财事业顺遂。吉言的优香300元。龙宝宫每年伫旧历的十二月24日举行社丁大典，并且伫过一年的新正旧历正月15日要来举行安丁大典，并且恭请高公道长、延龄道坛吴正贤道长来主法，为每一位点灯的信徒向十二运王祈求保庇、添福、寿财。以上服务欢迎来到龙宝宫现场做登记。咱买当卡电话来询问，带咱的电话0626951115，0626951115。
雄，馆长选好双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代代博士，是三届屏东第一名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马替龙溪民争取福利。这届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庄瑞雄，庄瑞雄，馆长选好。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伫遮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册，这本的册是叫做《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故 CD 绘本。这本的册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鸿雪主讲，咱嘛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吴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谢明友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 Freddy 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予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个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和咱的囡仔来了解着咱古城西螺店立业新明的故事，也有咱台南旧关区闸门溪八族真人叶江镇的传说，也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规本册有一百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乎 CD 哦。咱也可以用网络来收听这本册，里面呢还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可以让大人和孩子做回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在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定价是1150元。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这本册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介绍，咱册送到咱家，送到咱的手里面，恁只付款付费。啊，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惠。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台湾本土的民俗，阮伫遮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来，非常的感谢，咱今麦有个登来节目的现场，0800-55-8-668，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本节目呢，全部拢是由咱信山公司好意独家赞助提供，线顶是由着小弟姚仁。跟咱阿星啊，甲小弟周天君直接甲咱做服务介绍。来，节目一开始呢，咱有缘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吼这首的歌曲吼，是咱沙田埔叶太太来点播周天君演唱的台语台湾民谣《秋风也有》。哦，这台湾民谣吼，感谢《秋风也有》。
着恋手也真，是伤痛记当头悲情，因为思乡不知伊何罪人，自叹自恨幸福的晚心啊，前途茫茫，怨念是功名。望孙静皆生好鸳鸯，何其宽敬阻碍阮自由，秋风也有也无替阮想，哪通归眠别阮添忧愁啊，思思念念一滴如三秋。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离开故乡犹原一时阵，彼时有所望你相信阮，艰辛为君保守阮青春啊，阮是可比海上小芳船。感谢哈兰哥回来到我们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间八点到AM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来，这个正月过年都即要到啊吼，啊，咱国内即嘛吼。社区爆发出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在广东安尼崩未少咧啦吼，啊，这是不是也影响到吼？咱正过过年啊，大家想要去佚佗的心情咧吼。咱今仔日有看到上新，就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来公布吼，正过过年这段期间吼，的生活防疫的指引吼，针对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生活防疫的指引吼，啊，看指挥中心安那讲吼，指挥中心吼，伊咧讲了，对啦，讲伫正月过年这段期间吼，尽量避免吼去参加吼密集吼，还是讲吼，卖去吼接触着无特定的人的聚会啦吼，你着啦讲，即群人你未作识吼，无熟悉迄种聚会你着卖吼，啊，大家当好好平安过一个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下晡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记者会当中呢，
有来表示讲为着要来应付着吼南非边境的武汉肺炎的威胁持续，而且吼国内本土疫情也未平息啊，可能伫正月过年一连续假期吼团聚交流啊出游活动正接。啊，社区传播的风险提悬，指挥中心特别有来定吼、哦，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民众吼，伫、哦、这个正月假期生活的防疫的指引啦吼、哦。但是中医指出咧讲啊，这个过年正月吼连续假期爱落实吼勤洗手，呼吸道卫生加扫了掉啊，一日前吼定爱做好良好的个人卫生啦吼。哦啊，这款的习惯，这个爱真重要啦。哦，就是讲你扫的时阵吼、嗯，你手爱怎样人扎吼，暗通乌白扫、乌白喷安尼啦。啊，平常本身啊是讲厝的人有这个属于慢性病的人，也是讲老年人吼，啊是讲有心的人，啊是讲体重过重的人，红鞋啊、顶顶免疫力比较较无好的族群，更加吼、哦、容易受到感染啦吼，甲、哦、感染了后。有可能拢会比较比较产生重症头，一定爱符合吼去注射吼，一定那符合注射，一定爱赶紧去注完这个预防针，这当得到保护力。但是中医个咧提醒，讲过年，正月这段期间吼，尽量避免去参加吼人济的所在，尽量避免吼去接触无特定的人的聚会啊是活动。啊，包括吼、哦、前往人潮聚集啦、密闭的空间啦、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这种爱避免。另外，电视中也伫讲讲民众，如果那要去看顶面咱拄则所讲过，迄群免疫力较差的人的对象，建议双方拢爱吼啊，注完完整的预防针，就是三剂啦，啊，两剂啦吼。应该讲两支啦吼，啊，而且吼啊，探视去共看的人吼，爱来确认你家己自身是毋是有事，身体无爽快，啊，而且吼最近是毋是有参加密切接触无特定的人的聚会还是活动，然后吼，搁再吼当面去看看人就对啦。啊，你看的时阵吼，双方拢应该爱挂嘴安，啊，你降低传染吼的机会。啊，若无建议使用电话啦、视讯等的方式来做取代。啊，但是等于嘛咧好用呢。过年正月这段期间出国活动，尽量避免吼啊去啊，尽量避免去人客人的所在啦。啊，爱遵照着吼疫情警戒期间吼，出国爱专程挂嘴安。啊，甲无特定的人吼，保持着吼适当的社会啊社交距离啦吼。这个室内吼是 1.5 公尺，啊，那室外是一公尺，落实吼实验制量体温啊，定防疫的规范。亲戚朋友咧聚餐的时阵，嘛应该爱控制人数，啊，爱遵守着吼食饭防疫的措施就对啦。但是当伊咧讲讲外出的时阵，会当炸迄个打洗液就对啦，吼干洗液迄种物件吼，随时拢会当保持着手的清洁。啊，并且吼、哦，爱穿迄个备用的嘴安吼，会当小替换。啊，出去回来的时阵就对啦吼、哦。这个手部的卫生爱做好好。如果若发烧，啊，若喘气吼，就是呼吸道症候群、漏下皮毛芳臭、食唔知滋味的时阵，应该爱随时挂好嘴安，赶紧就医，唔通坐大众运输工具去到吼其他的公共场所。防疫啦吼，即个咱讲的防疫啦吼。啊，这个过年这干来当讲就是讲啊，过去都已经七多啊侪档案吼。啊，今年的状况较特殊，就小可较忍耐些，安尼啊，尽量的，但无必要的卖出去吼、啊，小可安尼注意者，啊，你若讲去人济所在，你像今仔日的新闻咧，做新华迄、那个年货大街啦，或者年货大街迄、那个。迄、那个空旷，迄、那个外口的所在嘛是同款啊，全啊停班啦，规个拢停班就对啦吼。新华迄都出名啊，对对对，逐年过年啊，尽情搞，我有几条街啊。是。像迄个台北迄同款啊。所以这你看看伊这个联合大街新华联合大街是空旷所在嘛，以前捌。
我新华上头咧咧加啊，对啦，吼啊，联络大些即打就对啦，吼，即马得爱依照英文的比例去退钱，互人就对。你甲看这同款，咱咧贵个嘛是同款，拢爱停落来吼。啊，你若去遐说过的人，你若知讲遐侪人伫遐咧说，到底遮个人到底有对无对？你个卡了会甲伊小塔袂？根本就有当时啊足歹防的，安尼就对啦吼。啊，是来讲，是来讲，做这个从武王虾吼，以色列做上厉害啦。嗯，对。以色列做上厉害，结果嘛是崩啊，规个密密麻麻安尼就对。以色列嘛是全世界第一个开始做第四剂武王虾的国家。第四剂哦。第四剂呢，做第四剂啊。要你那个阿豆豆在讲讲，做个规身躯拢白到啦。有那冻呢吼。哎呀，阿仔啊，阿就这个这个已经住家这一边去啊吼，那武王虾已经住家呢啦，啊咱台湾。现在有在推第三者嘛，啊，以色列较还严重呢。有啦，啊，以色列个是上早关边境的啦，什么种种，伊个是上早开始注疫苗，注了上普遍的国家呢。结果安尼乌沙沙、密密麻麻，这到底是含人症啊，还是情形啊，是安那样啊？这咱就唔知影吼。哟，好啦，过过年就听指挥中心的话啦。尽量啦，今年就尽量安尼淡处理，淡处理人做伙就好啊，莫莫后白走，莫头发走安尼啊。大家讲安尼尔。这过年啊，即卖情况看这个过年啊，这个、过年过去了十四天后，那是平安无事吼，他慢慢看跌落来。对啊。啊，无就真正今年虎年无好啊。嗯。无就无好啊。所以现在要防着咧，都迷麻麻白嘛，唔知影吼，过年过了啦哈。好啦，啊，所以这个有关单位就是叫大家赶紧去注意风险啊。嗯。都加先咧讲这个以色列吼，已经注第四剂啊吼，咱国内已经有医生咧建议讲注第五剂。咱那个听话。第三剂都还未注了咧，第三剂。那个听话。你把个单位去注呢？我注完了啦。注完了。今注的。哦，今注的咧。那你讲本土疫情升温啊，现阶段诶有风险啊，除了注这个啊，这个催促基础剂诶完整诶注射以外，第三剂已经开始咧注啊。唔过，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有方啊，即、這个注射组的召集人李炳应伊坦白讲吼，讲吼，除了即马做诶第三剂啦，未来有可能阁加做一剂啊、两剂啊有方下啦，但是需要吼进一步讨论啦。一直到到25日为止吼，做第三剂诶人口吼啊，无到一个月已经做到19.16%啦。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成员、台大小儿科感染医师吼李炳应，伫今仔日吼，伫资深的媒体人周玉科的节目吼新闻吼放鞭炮的节目当中有来讲啦，讲未来吼无排除搁再注一剂、注两剂啦，会有风险啦，多好五剂啦、四剂、五剂啦。李炳应咧讲讲，即卖第三剂是加强基础剂啦，但是今年是毋是会搁再注另外几剂？来去看情形来看啦，啊！而且即马吼住即个乌龙虾吼，拢总是即个原始主者，而且给这咱来看不啊。原始主就是原地武汉，武汉哦哦，第一批出来，阿变贱，阿变贱变贱，我知吼。啊，即、這个国际吼疫苗的大厂吼，拢要紧吼，你加紧吼开发吼次世代的疫苗啦，李炳应。以表示讲，吼疫苗一枪，会来研究开发吼次世代疫苗，最主要是希望吼，会当对抗这变种的病毒，会当搁较好的成效。但是专家对着讲，是毋是搁再注这个吼次世代的乌龙虾，阿袂有一个共识哦？你这要求这注来了，哎，那你变种的注来了。啊，这咱台湾不是进那个用起来对不对吧？那是药啊，那是药啊，那是药啊，已经钓到啊，那是钓啊，吃啊。哦，啊，到底这个口好未？这个无钓就袂当吃安尼哦。啊，你都无钓就人好好，你食袂凶啊？有有。伊算药啊，别说敢若讲我感冒啊，治疗的治疗的治疗用的治疗的啊，乌龙虾是。那算治疗啊，乌龙虾买了乌龙的药啊嘛。诶，无啊未？啊未乌龙？啊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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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龙的药啊，想卖用煮的用吃的安尼看乌龙的药啊安尼，看迄落迄落无啦安尼。啊，知影，这个好会滴，这高老的这真正有影哈。好啦，啊，这个病毒不是简单的会当耍的啦。对对对对对，不哩个为着这个过年哈，
啊，民生经济来讲，像大哥讲了对啦。嗯。这那是唔是要过年的话，有可能已经有到三级啦。对啦。真正有可能是已经有到三级。哎，唔敢叫去啦，叫去规个定系是变哪啦，对不对？啊，所以即嘛。所以，指挥中心咱观光疫调中心，这，但是种一批人哦，实在是。咱实在是可敬啊！咱用良心讲啦，迄无名无利呢。那是无名无利呢，不是像咱那接不做，坐倒来坐当困呢。安尼呢，迄真正年会拢也有啊吼，啊真正迄母鸡咯吼，迄是吹几个冻会调来，但是有就再还你无安尼病袂使，安尼母袂使。你想，咱来用尊敬的心去看待这。疫调的人，即指挥中心的人，你听，每一个人哦，对到人贡献足大，你听，迄精神呐、啊，什么种种体力啊，什么种种负荷不起的，即人哦，规个拢倒去啊，拢帮伊啊，即人哦，即不是像咱想的遐单纯讲，出来开记者会尔了，不是安尼啊，当然啊，对不对？今唔代表开几届会咧，对不对？干那遐资料数据分析啊，什么种种会来统计哦。你说个想法嘛，哪里忙乱啦？乱了到一道人，现在。真正看到你到底看如讨厌，看如讨厌啦，莫怪如假啦，好对不对？那就是安尼啦。利用这个机会看我这边弄的倒闭，啊倒来到底，这种倒来到底都台湾人的对啦，不过拢吃亏啦，无一个好的啦，包括你嘛不好啦，对不对？恁够好，吼，那疫情又变异了，变亏去了对啦，吼，哎，恁够好，啊，无咧分哪顶，无咧分哪顶呢？对不对？都无咧分的啦。所以那就是安尼，为反对反对，只要。啊！你最近都慢到倒，啊那拢无要紧，你听，什么手段拢做得出来？对啊，迄看我的看我自己的时候。对啊，对啊，你像迄个桃园有无？哎，桃园市即马目前呢，因干那迄个武汉肺炎主要有四条的传播链了，对。嗯。即那以较早来讲，即全面三级。哦，对不对？但是啊，那唔敢宣布讲餐厅停止内容，你敢看没有？哦，干那当讲内容的侪一点半。其他那无。过年到啊，吼，那无啥，进前都爱三级以上啊，三级起哩啊，上至爱三级啊啦，爱宣布啊，对。但是因为拄着过年，你免哪宣布啦，是，哦，对不对？吼，吼咧，所以大家想办法要压制落来，只有是用头壳念嘛，研究再研究啊，啊，大家开会再开会嘛，我传播联系都都按关键去动啊。安尼尔，无变啦。去话忝咧，你干想就好啦。你等教我多，咱无多啦。好对不对？你想咱无多，这人呢就是咧病。对啦，咱哪会来摘掉去做这个？今仔那是国民党执政的，这个台湾唔知变成安那，南宫熟悉的对。是是。哦，好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啊，咱伫遮那个来听众不用再去出报告，就是讲在瓦尼亚搞哈啊，这个就做咱货运的数量哈，货运行因的收回数量拢大大增加啦，哦，增加非常的多。啊，所以咱咧即个寄货的时阵吼，然后小可甲咱办一个啊，吼，啊，再麻烦咱听众不用包含体谅一下。哎，正月初一是正是拜鬼啊！正月初一是拜鬼哟。啊，谁那呢？无啦，我今日问一个啦，我唔知正正月初一正是啦。哎，如果唔正是，我无你个记。好，拜五拜五，无你个注意。正月初一拜五啦。哦，咱台湾俱乐部吼，每一年固定的就第一初一开始到初五。嗯嗯。到初五。正月初一拜五啦。正月初一，初几啊？初四拜五，正月初四拜五。初四拜五，嗯，正月初四拜五。正月初四拜五。啊，正月初五，我们拜六，嘿，那迄个拜，迄个拜六，嘿，啊，拜六过日礼拜，礼拜，安尼过好一日，对，今年过好一日。啊，以往是安尼啦。今年过好一日，礼拜昨天不上班的啦，哦，安尼啊，啊，拄好过日拄好礼拜，要上班，你刚拄好礼拜，啊，礼拜过休困，安尼咱就迄日去礼拜，后礼拜拜就正式上班啦。哦，咱来个才叫没有讲出来啊！后礼拜，对，正式啊，后礼拜，后礼拜讲了，来，等搞过来等啊，等看嘛呀，看到底是多一工安尼就对哈。好来，感谢啦，咱来进广告哈，下面咪再个倒等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啊，非常感谢咱今日从几时代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
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哈。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二十几档啦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用许多，什么人较好？十档后嘛是同款叫啊，所以许多山是非常期待咱雄狮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哈，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道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来防治啊？啊，农药、植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咱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所以就最近经济下，你根本上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呢，我现在才治着高血压，现在治着糖尿病，吼、哦，啊，现在机能我都有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不好，情绪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现在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济了。这样哦，这真正吼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从许多今个这种朋友，人对啦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的顺序。你开始机能这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代谢不顺啦，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的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所以变啊，和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好的顺序，和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咱信任公司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上辈拢有甲咱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食着许多山，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许多迄个新陈代谢的顺序，皮肤那开水啊，那未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就是安尼，或者咱人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光强，哦，这人身体就用；面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风气大，但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台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质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也调整得上来，对。表情特征啊，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骨龄骨手骨头，那骨头咱就知影吼，来训练啦，这顶骨空啦，老骨皮骨香迄本样，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外地的中间也破的对，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哈，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对。这金明的第二代，金立明的第二代是美华制药集团哈，重新研发的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以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厂啊。你讲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定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的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的对，无咱第一代你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个吃，咱来吃升温较好、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哦。
喜乐通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失落，免咱未使有先失落，喜乐通挂长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直直直咧讲，大家跟个咧讲就对了。会议在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吃，哎呀，你一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未叫落口，较未塞的，塞在心中就好，无好，塞在食力，啊，塞在脑啊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存给暗时朋友。一项尔，一部线，一部线，家己咧放尿，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伊叫保顺个这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个见才装朋友，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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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哦，爱扫啦，种种啦，啊，你若无扫，也无流鼻水，敢若不时就规工在那，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落型啊，迄个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敢若即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风湿大，若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伊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暗两粒，上计下到时啊，佫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火能会当回，会当有补充起来，火你身体火会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会红素，感谢吼，有点无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当人一出彩排，你还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支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了咱们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安尼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咱那边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来，感谢，谢谢，你好。大家好，哎，你好，我是北市民，哎，是是，你拄仔伫讲蛋价吼，嗯，啊，我即马讲挂菜，挂菜，挂菜就是大挂迄种根须嘛，哎，你做菜，做做咸菜，做酸菜，咸菜咸菜，啊，伊拢是伫咧冬天，是伊属于个盛产期，是，好，啊，伊伫咧盛产期的时阵，我会感觉讲，啊，伊打出来，以我的经验呐，就是讲伊打出来是较硬，啊，我是讲，啊，才打出来尔，啊，一斤20块。哦，安尼未歹哦，啊，我想讲，都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只有买两颗，两张登来叔叔诶。可是我又回到家里，又想说，这干那会使买较来生咸菜啊？会好嘛，20块会好啊。是。啊，因为买生咸菜会买足侪张诶。嗯。所以我就拖菜拿车出去。嗯嗯。啊，哪知道隔天所有这菜都不见踪影。哇哦。嘿，这是打出来挂菜，你讲整排建国市场的菜摊都看不到这些菜，都买无哦。
哎，拢无，我甲你讲，包括惠国市场这边，完全、哦、就是新店区这边，你要想看卖，我是专心拖菜拿下。对对，买这个物件诶。嘿，买无哦，买无了哦，我一头雾水，搁过差不多四五天，搁出去找，因就是当季嘛。嗯不可能没有啊！嗯、啊，因阿伯落大雨啊！阿伯做风台啊！啊，你无甲你卖人讲啊？你都问啦，啊都无，啊无人都甲你讲无。哦，那无都免问啊！哎，到底无啦？我那是讲问一个原因，其他个无。无啦，我未问，我就讲出事故。哦，你听话，我把上些菜市啊，看都差不多啊，都免问啊。因为到尾啊，搁五工了呢，挂彩出现啊。哦，恁留一斤几块？偌济？我跟你讲，较俗的五十，啊，有人卖到七十几。第一头尾二十，啊，即马来是五十、七十几。五工为什么无挂彩呢？是啊。啊，为什么即马突然间五工了？即马无放在大号啦，变要贵啊。每个摊都有。变要贵啊。原来迄五工就是会挂彩去用菜塘加去啦。哦，啊，叫菜塘木街啦。哎呀，哎呀，哎呀。所以恁拄仔在讲迄个鸡蛋吼，啊，搁只功夫出。上媒体去报道这個，啊！你讲安尼敢有符合逻辑？啊！你若要炒蛋价，就直接讲吧。讲一句较歹听，有人倒在病床，伊敢有食到食鸡蛋？婴儿敢有食到食鸡蛋？啊！阮嘛足侪工，毋捌再有食一鸡卵，阮也无逐工去食卵啊。啊！你讲这鸡蛋伫倒位啊去？哪要炒物价？美国再用心，搞一个媒体报道，讲哎呦啊，欠几百万的，爱说笑。啊！这么有心。这是我的看法啦，是你不要安尼吼凑热闹，讲啊，你平常时啊一年365天，那都爱趁这个时段再来吃鸡蛋呢，让好恁食，好多人凑热闹，这是我的看法。对对对，来你了，喂，大家好，哎你好，哎晚安啊，晚安好了。主家讲这个地吼，你差不给，你就公民竞赛。哦，对了对了。你竞赛时就干那国民党在做你对尔啦，竞赛啊，那啥讲啊？公民竞赛吼。哎，公民竞赛嘛，你这个注意就较注意。啊，你咧差，你咧差，房地产就咧差啊，你搁咧惊啥？对不？啊，你咧，啊，厝租嘛是你差管的，啊，你是咧惊啥啦？恁白菜啦，你著当上讲是恁白菜，对无？鸡卵嘛是家己要甲炒啦。嗯，哎，你讲恁白啦，啊菜无看什么人咧管咧？卖咧吼，拢秘密，台价是咧做安尼，见不得人。是好。这个光明正大嘛，嘿是光明正大嘛。是，好，感谢哦，好，谢谢大哥，谢谢你好。啊，新来教授。哎，你好。很简单。哎、现在在查谁的账？云林张立善他弟弟，现在不是有人在查？查那边吗？我在怀疑啊，这个在掌握这一个菜虫啦、啊，是什么蛋啦、啊，什么中间这个龙尾、就是反正就是果龙，果菜，就是那个中间商嘛。哇塞！啊，你是不是也当怀疑？是不是他们又在搞鬼？对啊，意思是安尼的对。而且我说，尤其到年节，他又搞的。我那天去市场就看到那个比较年纪大的阿尚，他们就在说，我们现在很烦恼货源拿不到货。那我说怎么会拿不到货呢？他说最近就有发生这种现象，他们要就是要拿钱去进货，好像。那个他们要的量啊，或者什么都不够，或者甚至他就在烦恼说过年时间他会没有货可以拿出来卖。他们那个小摊贩有价格的。是。我干妈公，所以媒体也很奇怪。那时候不是在吵说哦菜怎么贵对不？那时候一直说物价怎么样。啊，其实今麦菜又落来，你干妈去吃物件还是去吃自助餐，他还没有卖你便宜啊。其实那时候咧，才一斤卖到几落十、五六十块，七八十块咯。这么做少咧？今麦话，这大粒的能量50块咧。对啦对啦。而且很好吃的，叫我爆还爆不回来。够好吃对。还有其他的，对，我是觉得说他们是真的是有人在操纵这个。我觉得那个陈吉仲啊，农委会啊，你们应该要动起来。还有之前不是有
有一个台北市议员嘛，嗯，在说他去吃寿司，嗯，哈、哦、啊有他就讲说这是千叶的进来的那个剥皮鱼啦，嗯、就是自烧的啦、嗯嗯，啊，结果人就讲，伊在咧讲啦，讲咱政府虽然讲无进日本的福岛食品，其实他的那个还是私底下还有在进，是，我觉得这个政府啊、哦。你也去喝个茶，如果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哈、哦，要叫他出来澄清、哦，叫他出来道歉。对了，对了，对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人民都会骗他呀，对不对？一议员呢，可以这样讲嘛？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喂，听阿张天君。哎，你好，你好。这两个我迄天有听一个，迄个卖两个在讲。哎，是啊。伊讲咱台湾全国啊，一天是120万箱啊。诶，几箱几条我是唔知影。有就有几箱，哦，120万箱。目前哦，超100万，欠超20万箱。哦。伊讲啊，这个原因就是哦，饲料贵啦。嗯嗯。啊，饲过人，咱要饲两只嘛，寡人伊袂请来饲。诶，对对。啊，买种鸡来饲啦，啊，饲两个好才饲啦，啊，因买个投资这。哦，个成本计足济啦。嗯嗯。因为买来。饲料贵重嘛，啊你买你嘛，啊饲料好食，啊食了两个月才会大量生产。嗯嗯嗯嗯。啊，即卖饲料贵，算讲卖啥会好啦？嗯嗯。不是讲啥会操作啦，讲事实是，咱台湾全国每天是120万箱啦。对啊，一箱贵了，唔知你看看我看过几次。讲欠超了20万箱。哦。啊伊主要在饲过伊外国买过入来生啦，伊买过入来好饲料，食了两个月才开始生。袂好袂好啦。我食买迄个中鸡啦，毋是买迄、那个，你听讲迄个中鸡买入来啊，饲料食了两个月就开始会生啊。嗯嗯。啊，伊讲饲料贵，买豆子去。嗯嗯嗯。所以讲，即卖人只会强。是啊。是讲啥会操作？这这样讲，迄个袂能讲安尼，咱是听会落。好是。啊，饲料贵啊！我即马买鸡，你买都算袂啥会好啊！嗯啊，规日做我这热天做，就是感觉不偌济收嘛，不会出来。嗯。啊，我即马等落去寒人伊唔死啊！寒人真正、欸、对啦。就是、这个原因啦，有人咧操作啦。安尼哦，好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好。大哥，你好。大哥，即阵仔有看到电视，关系就调价啦。嗯。啊，调价吼，伊是咱讲国民党过去的手村一个层面啦，农田水利会调价吼，就是掌控昆林农产营销果菜市啊，甲单性的果菜市场拢有关。你甲想看白龙的总经理关谷台北市拢有遐，都爱搁尊重调价，迄总经理都爱经过调价的同意才会当出任、啊。你想看嘛？单性的上大的菜场是啥物啦？嗯，对，对不？分你们这个家族啊，是，哦，不只是分你们那个三林堡北龙啦，包括其他的管区啦，新北区的拢含，那拢有关系啦。嗯，在地巷口，全省各地在地巷口啦，外乡啦，啊去甲农民。买菜拢啊，迄介绍方面拢嘛有定价，拢嘛压价下咧。好，谢谢。啊，农产拍卖时阵，才在创。好，多谢你。感谢，谢谢。好，你好。喂，你好。哎，上用。我讲哈，这咱农委会要去处理啦。嗯。即卖人讲，即卖讲啦，即生意人要趁这过年钱啦。嗯。啊，头拄他来讲要挂菜。挂菜拢冇听啦，即挂菜即嘛是拢，我照你看到即紧张，吼，即冇趁着过年钱，啊即过年就趁了，过年要有，因为是话过年要大家拢十八百回事，即嘛就是趁着过年钱，我希望拢唔真当二位就丢啦，啊即各农友咧买茶，去城河去查，从两个就丢啦，不能啦，我刚刚好用，我大白将，我大冲，我是讲个这咱这边人个这城乡。一个厂在嘛，你不能什么能卖，什么几样几样卖先，这种都不加工，几样卖不成。好，大安好 ，OK， 我再听一通，我再同我听，大安我再听一通啊，我了解了哦，来你哦，
大家好。哎、欸，你好，你好，你好。晚安。哎，晚安。哎，尤克里。您这个，您这个节目是精彩。大家观众哦，听众，听众啊，继续捧场，继续支持。感谢你啊，谢谢啦。你要当官哦，那个较犀利点吼。爆料啊，这个拢无咧。我拢一直咧等咧，你拢无人要爆料，我连讲我爆互你看。好，你再继续支持哦，还继续收听哦。好，感谢你啊。我连讲个爆料搁较精彩。好，谢谢哦。好，感谢。好，安尼好，抓紧绷。好，非常感谢哦、喔，咱时间的关系先那个进一段广告，咱稍等嘞，这个等下节目现场多谢你。到目前为止吼，啊，有要变来住第三季无风险的人，算讲我那正用用得着啦吼。听你讲吼，讲到目前为止讲有716万人吼，716万过6000人就对了啦吼。有要要住这个第三季的无风险吼，啊，这应该是吼，大家无讲绝对讲一定爱做啥物啦吼，听你讲讲莫德纳、BNT 啦吼啊，啥物高端啦、AG， 大家嘛拢吼三千五要去做安尼啦吼、啊有可能是看到这批吼，安尼南北地图咧崩，社区咧崩吼，大家原来就爱寒寒惊惊啦。对啊。啊，所以吼，技术讲吼，安尼愈来愈侪人咧有要去做第三季的有风险。对啊，啊，就加减你的平台，就家己去你看卖啊。啊，若无就是跟着讲过嘛，就今日诊所，你原本伫倒位住的，等于啊问一下就有啊啦吼。你像我今仔日来遮吼，去住第三间。哎啊，有人吼，我那吼入去就要住呢。啊，结果吼，伊讲啊，你有啥物卡无？伊讲啊，我无预约呢。无预约袂当住哦，一定爱有我同你住哦。有人是讲去就当现住无。啊，你问啊，先去问一下，先去咱就近的诊所。啊，先预约啦，你可能去要看起来要住要住，你若无预约就变当住。看伊可能要住一个什么残疾这种。对啦，要怕残疾啦，那残卡都无，唔知要住第一间尔。无啦，伊都去的时阵，伊讲伊无预约要住，伊讲无预约袂当来啊。感谢咱有喜来收听啊，咱今仔日台湾俱乐部就到这哈，啊，咱明仔空中再会。明仔再会。